Hello，谢谢奶茶，晚上好啊。偷懒，纠结了很久，不是纠结了很久，是本来想化妆的，但是玩了会手机，不想动了，玩了会手机，不想动了，想算了，不化妆了。谢谢巧克力，睡觉睡的。睡的头发非常有造型，自然卷了都，很卷。晚上好，怎么感觉自己嗓子有点哑了？在直播，在直播，涂个口红。好，找一个口红涂一下，谢谢荧光棒。哎呦，让我想想，我这个这样直播可以的，涂一个这个吧，死亡芭比粉，不近视啊。谢谢3000兆的，就是有个荧光棒。这口红涂了，谢谢腿腿子的夜蝶，可能是因为房间灯没有开很亮。这个口红涂了这个，谢谢 NERO 的就是9个荧光棒。就这样吧，感觉一下子下班这个嘴唇和整张脸有点割裂，还不如不涂呢。这口红脸红吗？谢谢科科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让我开点美白，这样就不红了。谢谢玫瑰花，情人节快乐！今天又不是正情人节，那这样子每个月都有一个情人节，对吧？还是红扑扑的，那可能就是我的脸有点红吧，不知道。对啊，一年不止12个情人节，还有七夕节。不红。对，不是，不打光了，就这样吧。对，还有520和521，这么多情人节，一年有15个情人节，那这过节得过死吧？对，过不过来了都。谢谢简言难语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怎么这个下面一个都没特效？对啊，你看12个情人节就是每个月的14号，然后还有12个情人节，一个七夕节，一个520，一个521，对吧？有15个情人节。今天都玩了什么？今天也是没玩什么。我感觉现在是被动隔离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觉得？圣诞节和平安夜又不是情人节，就是说现在就也不出门，然后，对，哪里都不能去，还能玩什么？今天什么也没玩，今天大家都在直播。对，谢谢一个一个盆的99个荧光棒。你已经在家里封了14天了，好惨哦！其实你跟我们一样呀，我们在中心虽然没有人封着我们，但是我们也没有人出门，也没有人出门，就相当于被封。谢谢玫瑰花。好狂野，哎，早知道把头发拉一拉算了，应该拉个头发再来直播。
已经被化妆了，有一个拉头发的仪式感，至少。算了，就这样看。就是说我头发不自然卷，但是是睡觉睡出来的自然卷。挺好的，真的假的？对啊，头发长长了，现在是这种卷的这种弧度。啊，御姐气质有吗？有吗？笑死了。是今天睡起来的时候比昨天睡起来头发还卷。谢谢囚徒的21朵玫瑰花。21朵玫瑰花有什么含义？昨天已经很卷，昨天是这样卷，今天是很杂乱的卷。谢谢小兔，再也不做梦女版的夜蝶。这个贵妇头好难受啊！你们说完了之后，我好难受，我心里就想着这个卷。哦，21是爱你呀、啊。不知道为什么嗓子有点痒。忍不住。对，开始难受。谢谢荧光棒。不过真长长了耶，感觉之前是这个长度，是这个长度，现在已经到这个长度，已经有点齐肩的感觉。谢谢 CNY 百蓝版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准备要剪吗？不剪啊，为什么要剪？谢谢荧光棒。过不了多久又会剪掉了，谁说的？我不剪头了，就这样放着。忍不住剪，怎么可能会忍不住剪？唯一忍不住剪头发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吹头的时候。如果我吹头发实在是太累了，我会忍不住想要去把它剪掉的。因为头发太多，吹头发真的很累。适合中长发，你怎么知道？你看过我中长发吗？谢谢扑通扑通不熬夜版的夜蝶。换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可是吹风机的功率它又不能把我吹飞了吧。我觉得吹风机的功率都差不多呀，大功率的也得吹很久，除非是直接就是那个风大的，就是说怎么就是说要拿着要固定把我整个人固定住了，那种大风扇的吹风机，对，那种鼓风机，对啊。头发吹没了，怎么可能？它紧紧的扒拉在我的头皮上。我有的时候都想，要是它后面的，就是能局部，不是局部，整体平均的掉点头发就好。这样子洗头就，这样子吹头发就不用那么难受。平均的，就是不是局部，是平均。毫无力的要求，这是什么颜色？这是洗掉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可能有很多颜色，蓝色、绿色、黄色、灰色，感觉自己现在像个那个杀马特。谢谢年年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对啊，今天素颜，懒得化妆，没想到。还是没有，就是说偶像包袱还是没有这么重要。想到之前就是说偶像包袱大过天的时候，绝对不会素颜直播的。现在，现在有一种那种贵妇头的感觉。好的，知道了。在你们心里我什么样的漂亮，我知道。谢谢21天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
哎呀，我这个头发难受了，可以扎两个小双马尾，好笑。支持个锤子，我才不扎呢。是个，不是不是，哎，他真的是给我睡卷了，自己睡自己卷。我刚刚不试了一下了吗？现在不试了。那你们就支持吧，反正我也不会扎的。看看裤子，裤子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跟金月的情侣睡裤，他有一条，我有一条。哼，哎，怎么说好像好奇怪哦？但是确实，人家那里是卖的，一个男士的，一个女士的。因为那个时候50块钱买一条送一条，你们知道吗？然后我们俩在逛街，50块钱买一条送一条，然后就是说，但是他穿了，他比我高很多，然后想哇，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摸着这料子还不错，然后就买了。对啊，其实这裤子这样子算下来，它才25块钱一条，但没想到其实穿女士的还有点短，你们看。我知道这样的话，它就短这么多一截，短在我的小腿上，是吧？是有点短吧？眼镜没度数啊，这是镜框，是修饰的作用。现在前两天天气挺热的，前两天睡着都会被热醒，现在就还好，今天还挺冷的。他比我高，谁说我俩差不多高的？他172，我167，他比我高5厘米呢，好吧？5厘米也有这么高的吧？5厘米这么高，是的，幸好过几天降温了，因为前两天一下子上海就变成夏天，然后又一看天气预报，过两天要降温了，还好穿得上。哪里四舍五入就一样高了？这四舍五入舍好多呢。染头吗？不染头，最近应该不会再染头，就这个破颜色待着吧。还没在上海上过员工演呢，都不知道20号的员工演是什么样子。上海真的很热，这颜色好看是吗？我感觉我现在戴着眼镜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这头发颜色是掉色掉下来的，你可以染个蓝色，然后洗两遍它就掉看，哎呦，你是什么点评大师？这颜色还行啊，看穿搭吧。那你教教我。是吗？需要漂吧？打扰什么？你教教我。看起来很小，谁啊？我吗？这个动作好像教导主任哪里像？你们35度？你们是你在哪？海南吗？西双版纳，感觉好多人去西双版纳玩啊。配这个眼镜像教导主任，像教导主任。那我把眼镜摘了，还好，还是戴着。没有很像教导主任，哪里像教导主任？就是，像学霸还行。像年级第一，眼镜摘了，好像困了。没有吧？哪里困了？眼镜摘了就眼镜摘了，确实眼镜摘上没有戴着眼镜那么聪明的感觉。戴上眼镜感觉聪明一点，是吧？谢谢每天吃花甲米线的荧光棒，对吧？是吧？我也觉得戴上眼镜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看起来聪明一点了，摘了好像眼睛变小，好神奇。谢谢奶茶。
年级倒一也不至于吧？戴上眼镜向汪汪队立大功，谢谢佛系养生安吉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用爱发电。怎么都没特效了现在？看来大家比较喜欢我素颜直播，特效都卡没了。有，有吗？确实，有特效，你们有特效，是的，对。谁说的啊？这是口袋 bug 问题。有没有觉得素颜的时候两边脸特别不对称，就很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没有，没有就算，没看出来，没，好吧，看不出来那就算了。喜欢侧睡吗？对啊，你看我这头发也知道我往哪里侧的比较多一点吧？你看这里的头发就还好，直一点，这里的头发就山路十八弯。喜欢，哎，但是我平时是喜欢往右侧睡的，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往左侧睡，是侧着睡的那一侧头发弯一点，还是没睡的那一侧头发弯一点？我右手会贴墙吗？不会啊，离墙留着空隙了，留着一段空隙呢。睡着的，那我昨天就是往左侧睡的。肯定是被压的那一侧，好吧。谢谢生日礼物。昨天睡得迷迷糊糊的，感觉总是有人进我们房间。我就记得昨天睡得迷迷糊的张笑迎来我们房间干嘛来着？然后他说我的香薰没吹，这发型现在还好，也不是很热，也没到热的要开空调的程度，就是一点点热而已。确实，中午是有点热的。前两天才热呢，前两天真的很热，前两天有25度，睡醒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夏天，好快哦！2月份的时候还好冷，公演的时候还要穿秋衣呢，现在都已经变成夏天了，睡觉都已经要穿短袖睡了。没开啊，因为这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江苏人的这个骨气吧，就是说咱们就是说不会在3月开冷空调的。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该在该开的月份开，就是说至少要等到6月份、7月份。对，因为前几天睡觉真的很热，房间也很热。6月份、7月份不是正常的夏天的时候吗？吹电风扇也太夸张了吧，不至于吧？现在可是3月份哎，春天还没有降临完全呢。5月份就开了，太热了。原来除了上海之后，其他地方也这么热。谢谢小芒果果的夜蝶。四川也很热。过两天会有降温，好反常的天气哦！真的没有想到。哼，行行行，这就是普通的星期几啊？这是普通的星期一吧？现在是星期一吗？对啊，没有人，就算谈恋爱，也没有人会在星期一去过情人节吧？对啊，
和星期几有什么关系？因为星期二，因为不是是工作日呀，又不休息。好吧，工作日也下班的呀。好，知道了，那你们就去过吧。如果有，还是可以过的。知道了，知道了。没人可以过，没人可以过也没关系，反正这1年12个月，对吧？都是很正常。你想想，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没人可以过。行。你觉得过就过了吧，你们觉得过就过了吧。谢谢荧光棒。10点钟了，你们还上课啊？你这是什么形容词？怎么形容的怪怪的？我浪漫一点，哄哄吧，哄谁啊？哄你吗？谢谢荧光棒。为什么要哄你？怎么突然发问号了？对，哄哄你们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受什么伤了？先让我听听。你先告诉我你受什么伤了？你摔倒了，你摔倒了，那就站起来。心伤，浅受一个情伤。你，不是刚刚都说没有吗？没有怎么受？吃撑了，那你就去散散步嘛，对吧？虽然现在疫情，就是说最好不要出去，但是你去小区楼底下，绕着你们家那栋楼散个10圈还是可以的。谢谢奶茶。晚上好。对，也可以吃点健胃消食片。说实话，健胃消食片还挺好使的，我就经常吃。谢谢奶茶，谢谢点点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因为一般有的时候吃饭就会吃很多，就是你点到特别好吃的，其实你吃饱了，但是你就是还想继续吃下去。谢谢就是傻的夜蝶。然后就会把自己吃得很撑，对，这个时候健胃消食片就派上用场。谢谢奶茶，我的声音好像低音炮，有吗？每天戴口罩，好像鼻梁都压低了，应该不会吧？你把那个口罩捏一下呀，就是它不是有这边可以捏一下吗？是的，我觉得我确实，要是出门玩的话，最不能缺少的话就是健胃消食片。好卷的头发，低沉的童声也没有吧，也不至于像童声吧。我像那个文里的霸道总裁。说实话，我被你雷到了。对，对，一点点哽住，那没有镜片怎么揉眼睛？不是，是感觉戳眼睛，有个头发戳眼睛。说实话，被很多弹幕雷到。
网络男神是什么东西啊？真的有一种被雷到的感觉，好吓人哦。怪不得我的眼睛突然有点不舒服，可能是看弹幕看的。是的，刺痛了吧？可能。嗯，谢谢奶茶。等会儿把那个有一首唯一的一首这个非常悲伤的歌唱，等关直播之前。哪首？就上一次啊，上一次有人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让我看看，《词不达意》，非常悲伤的歌。听了2遍，但是没有能保证自己唱得非常好听，因为这首歌就是说，还行吧，也不知道那个人在不在，那人不在就不唱了。今天唱悲伤的歌嘛，这有啥的？可是和今天的日期也不冲突吧？啊，万一人家不在？人家点的歌，人家不在，那怎么唱是吧？纸巾准备好。哇，你们好那个，你们好那怎么形容？你们好这个好有主见，好好硬气。对。叫什么来着？我看看，叫莽，在唱吧，这么快？我说的是关直播之前，现在不是很想唱，等关直播之前再唱吧，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可以可以，好，好叛逆啊！谁叛逆？你说我叛逆吗？我确实有点叛逆。对啊，唱完光速下播，关直播之前唱嘛。你这么着急干嘛？怎么了？你看，听完我唱歌你想跑了？你都准备好瓜子了？12点关门，今天中开的呀。情绪都酝酿好了，不用酝酿也很有情绪。啊。才21才开，原来我才开了不到，才到，才开了半个小时啊，不到半个小时，还有1分钟到半个小时。唱完你去吃午饭，现在是吃午饭的点。我没有准备下了呀，不会，难道你就这么，你已经想要看我下了？少女，少女是什么歌？林宥嘉的少女，不想，那我就唱了吧。少女好听。自从遇见你，今天都不回吧。少女服役，都行啊。好的，我可以听一听，下次再唱。好像没有听过《少女》，听了林宥嘉那么多歌，都听的悲伤的歌，都听的什么《浪费》《傻子》，做个傻子多么好。少女好听，少女确实没听过少女。笑什么？谢谢大家的荧光棒。他这个每就是这个调啊，他这每一个字都在调上的呀，你自己不信去听一听，傻子就是这个调。
分手快乐，哎，分手快乐我会唱。这是不是有点损了？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傻子就是这个调儿。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是吧？我现在听听。现在听听什么？听什么？傻子，傻子真是这个调。不过我其实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不好意思唱歌罢了。就是有那么一点对，就是有那么一些不好意思唱歌吧。怎么？那倒也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意思吧。Wonderful, best partner。英文歌可以点吗？就是说上一次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英文歌，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为难我，然后就是说也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难受，你懂吧？就是说我可能只会给你演一些双簧深情演唱，对，他们说我纯纯诈骗。然后大王还把我这个断定为什么来着？断定为没有演，虚假演唱。对，就是说有一些难了。对，有一些人工智能断定我为虚假演唱。对啊，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好，卡了。卡了吗？没卡，我要准备唱歌了。好的，我要开始了。先唱傻子吧。有声音吗？不开那个，你能听到我讲话吗？不开那个，哎，怎么是你会在乎我？怎么就开始了？难道一生的时间都用来换你？怎么没掉啊？我怎么找不到掉了？谁能真的让我幸福到孤独的结尾？何必那么的慌张？有些情形才是错误的开始。我不需要，也不重要。我以为你走，听我唱歌走。我不明白，也不需要你。就这样，我这哎，我有个耳机，戴一下。戴耳机好。说，幸福到故事的结尾。
何必那么的慌张，有时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我不需要也不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就很好。紧要只需要你轻轻一个拥抱，就算不留下什么也无所谓，就算留下了什么也都珍贵，珍贵，珍贵。谢谢大家的荧光棒。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就让我这样。哎，挡住了，完全看不见歌词了。这样到老，能听见我唱歌吗？怎么感觉这个耳机里突然有回声了？真的假的？那如果我开个伴奏呢？好，谢谢大家的夸奖，真的很捧场。如果开一个伴奏听起来呢，让我试试这个分手快乐，开一个伴奏唱试试。伴奏在哪？开了伴奏吗？怎么突然 emo 了？要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苦痛，能听见我讲话吗？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能听见？好的。奔在雨中，泡咖啡暖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我却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趁自己一个，好嘞。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了人心就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好嘞，谢谢大家的荧光棒。送给哎也没有人，就是说你们就是可能也不会有一些分手快乐的一些场景。
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劝自己一个，其实爱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起热带的岛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会把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的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一次现实后真的没多了，送给你们。这个耳机好像让你声音变了，没有吧？是因为我刚突然夹了，有那么一点夹起来。听完就去分手，有手可分吗？还是有线耳机靠谱是吗？过分了，你哥有，无手可分，单方面和我，哭了整整4分36秒，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好，没有吧？今天刚分的时候，这么会选日子，昨天不分，明天不分，今天刚分。甜蜜蜜，甜蜜蜜已经有很经典的版本了，说实话。就是说，大家就不能让我，就是说，不要做搞笑歌手吗？学吃一下也没必要吧，唱那个吧，苏打一，告白气球，告白气球，那唱告白气球吧，这个我可以，甜，来一个甜蜜一点的，嘿嘿，左岸的咖啡，我说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自写错写，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高攀一阙，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再说我愿意。咖啡，我说一杯品尝你的美，
留下唇印的嘴。呜、哦，花间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一步步心跳最贵，只要香雪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高攀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整瓶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再说我愿意。谢谢碳酸杨子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哼，谢谢用户52333338730的就是有个荧光棒，谢谢你荧光棒。嗯，没有，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嗯，行行行，嗯，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展现一些自己的这个唱功的这个方面，有一些的这个看看别人在干嘛。嗯，谢谢佛心养生，今天晚上发电，谢谢你晚上发电。不是，是因为就是说，嗯，从来没有在这个发卡前辈面前唱过歌，所以就是说，行，好，谢谢你的夸奖。嗯，说话也是没有感情，但是人人很有感情，但是就是语言听上去非常的平静。行，可以可以。要不然以后就搞点那种晚安什么主题的，就是那种就一唱，他们就睡着了是吧？说话也是，就是就不是说有没有意思，就是你说话的语气很平，就是啊、哦，没有起伏。对对对对，就是听上去。嗯，是吗？嗯嗯。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没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我是一个无情无情大象。就很冰山的那种。那嗯，对啊，也没有吧。嗯。可以有晚安电台吗？现在不就是晚安直播吗？对吧？理解我了。嗯。下一首，让我今天把这个，除了这个少女，哎，让我都唱。哎，怎么不让我唱了？
找不到，这有点甜，有点甜，唱不了，那就这词不达意吧。这个还是有点成熟的啊，就是说可能唱的没有那么那个，因为他这音域好开阔。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想都翻几成言语，带你经历我你我我们相隔着一层玻璃，看得真却触不及，虽然我离你毫米，快乐吧，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做事不理，我尴尬的沉默里泪水在滴，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将能与你搭起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快乐吧，在你的盲点里寸步不移，不论晴天或下雨，陪着你悲伤欢喜，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你身边人心拥挤，我一直在这里不说一句，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要如何翻译我爱你，寂寞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唱得好开心，好。听着睡着了，是不是有点夸张？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却无法翻译我爱你，遗憾不已，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建立默契，我必须得先看明白我自己，不会，对。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建立默契，却词不达意，词不达意。达意，送给这个分手的朋友们，或者是暗恋的朋友们。是吗？谢谢忙的夜店，谢谢你的夜店，加油。大家都在唱歌吗？真的好傻呀，是吗？你这要听到一个天外的回声一样，不知道是在唱。
唱什么歌，学的成那种80年代舞厅，确实，而且都不隔音。对呀，怎么就这样？周星人人都在直播，人人都在唱歌。今天什么歌回吗？今天是情人节。可是，也就是名头而已了。情人节唱歌唱。歌回。卡了吗？谢谢小环的皇冠。卡了，可能直播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在唱歌。确实，我刚才在你屋里面就是网速太卡没有播了。好好好，把这个叫什么？霓虹甜心。啊，没有歌词，没有歌词，这是什么东西啊？霓虹甜心是什么？怎么还没有歌词啊？你蹦迪歌啊 ？DJ 吧，这什么？这是蹦迪，点了一首歌，想蹦迪吗？让大家。离谱啊！要打劫，这是哪儿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点一个蹦迪歌呢？好离谱啊！大家一起蹦迪。如果是一天，不知道我在蹦迪啊。而且要蹦3分半，现在才1分半，还有2分钟的迪。来，把我们的双手都举过头顶。摇起这个叫社会摇。怎么会这样呢？地板动作，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开始要到高潮了，让我们把双手举过头顶。你们能听见吗？还要再蹦1分钟的迪，怎么会有蹦迪歌啊？这个48的曲库也太奇怪了吧。笑得我脸都酸。结束了这个蹦迪歌。你不在房间躺着？我想找一个光靠的地方，还在自拍。有点小太不懂。今天穿的是自己的衣服吗？是啊。自己的衣服是啊。好，下一首。嗯。谢谢旺仔小金领域的野蝶，谢谢你的野蝶。对，多了一个听众。
这是真的演唱会，这不是线上演唱会。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想要被爱，最后没了的对白。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再倒退，生命中无问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特别的人。有些压力，不是学方大同的。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总说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再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再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沉浸在这个感情里，谢谢桃花岛演树枝的夜蝶，谢谢大家的荧光棒。等一下，我去拿个水，拿一瓶水喝一下。你要喝？特别感谢我这次白老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我们说去来听白老师动听的歌曲。好啊，我给你打好啊，我的眼睛谢谢。哇，原来你是用这样的，这是小杯子，这是你昨天晚上喝的吗？谢谢，原来是用好棒，谢谢。还有人喝水，好啊，太不长了，有点我很幸运。
喝口水。哎呀，谢谢三千丈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我们等会儿再演唱下一首，先让我看看我自己直播啥样的。我吃了，我觉得这好好吃。嗯，里面还有一个蛋黄，居然。他但他今天要买的时候只剩最后一盒了。是吗？那还很幸运买到了。嗯。想见你。这我吃了。你不介意我咬过的，你可以吃。我吃了。对不起，我明天再吃。来太晚了，你不早说。这一盒就四个，另外一盒吃了。好呢。一个蛋挞，里面还有蛋黄，可好吃了。当爱情已落成遗迹，又相信刻画成回忆。可是怎么这么低呀、啊？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想做废墟，想赤裸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些成绩，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暂停，调高一下，能调高吗？点歌设置，哎，不对，音效，不对，怎么高2度啊？音量，升降调，找到了，升2度，好，继续。时间线你太高了，再暂停，升1度。音量好，升高点，升1度 ，OK。只心机对你爱情最难解的谜，这太高了，我还是调回去吧。听上去有些勉强。对，确实有些太高，怎么前面那么低，后面那么高？我愿意。任宇宙物换或星移，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新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捕捉另个时空，另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再等一句我愿意。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会不会你
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想见每个表情，想穿越每个平行，我确认你想意，想破了每个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只为你，想见你每个表情，想穿越每个平行，我要过去你想意，想破了每个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等待那句我愿意，太难了吧？你这啊，这想见你这么难啊，真的是没发现，好难的想见你，见不到了，唱完见不到了。换一个，这个。假装你还对我好，假装给你的爱你还需要，穿过时光隧道把你眼泪擦掉，这似乎会让爱变成煎熬，一切期待被打破，好高好低，忍着泪水说沉默，你转身离开要我好好过，以后别再联络，我站在清晨六点的人行道，拥挤的人潮，哦，你在哪里为何我找不到，泪在飘，假装爱还没走掉，假装你还对我好，假装给你的爱你还需要，穿过时光隧道把你眼泪擦掉，不论如何让爱变成煎熬，假装爱还没走掉，等待熟悉的街角，假装还在身边深情拥抱，风在耳边嘲笑，抱歉爱迟了到，就当全部是玩笑，玩笑，想起你心口隐隐痛，总是拿你的爱要写着，让你来迁就我，站在清晨六点的人行道，拥挤的人潮，你在哪里为何我找不到，泪在飘，假装爱还没走掉，假装你还对我好，假装给你的爱你还需要，穿越时光隧道把你眼泪擦掉，这次不会让爱变成煎熬，假装爱还没走掉，等待熟悉的街角，假装还在身边深情拥抱，风在耳边嘲笑，抱歉爱迟了到，就当全部是玩笑，玩笑，假装爱还没走掉，假装你还对我好，假装给你的爱你还需要，穿越时光隧道把你眼泪擦掉，这次不会让爱变成煎熬，假装爱还没走掉，等待熟悉的街角，假装还在身边深情拥抱，风在耳边嘲笑，抱歉爱迟了到，就当全部是玩笑，玩笑，这也太长了，哇这也太快了，
歇一会儿再唱，好吧？歇个三分钟，歇个五分钟，歇个五分钟吧啊。真的吗？Lovely。行，我说你说你粉丝会骂我吧？没有，他们说你真会夸。是吗？对。你看，他们说。他们说你的锐评时间到了。白白白锐评，锐评，您的昵称是什么？白白，白白白姐唱歌。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发卡老师昨天真的我讲了一路的乐理，你们看。我不懂乐理，你不要乱讲，我不懂乐理，就是、我懂什么乐理？我连谱都不识。我们昨天一起走回来的时候，就是教我怎么就是关于唱歌这方面啊，就是说讲了一路的这个唱歌知识。嗯，发卡老师说要在洗澡的时候，不是，这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洗澡的时候，因为水汽很充盈，然后因为我们家隔音，我家隔音就是毕竟我一个人住嘛，我唱歌白天什么的没有人在意，不会扰民是吧？就是我觉得浴室唱歌真的很开心啊，对，谁不浴室唱歌当浴室歌手？会有很大的提升，发卡老师说要很大的提升倒也不必，哎呀，你们不要这样断章取义，回头传出去我怎么做人呢？没有没有。谢谢发卡老师，他们都说，对啊，唱歌带混响就很容易唱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会有自信呀、啊。对，这就让我学习到了，就是下次准备在洗澡的时候尝试一下。对，想听发卡老师唱歌？哎，那没有，那不行，那你们别在这儿说啊，我先说一声，这是百子哥的直播间，而且他已经有那个什么人了，是吧？就是那个、你已经有了你的那个什么对象，你们俩唱吧，好吧，你们俩唱，拍档拍档，对对对，你的 partner， 希望你们两个合作愉快，事业顺利，这是将是促成一次完美的合作。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合作一起。那咱们两个应该合作个什么呢？合作一个，这有点想不到啊。对，我到时候我来负责 vocal 吧，你来 rap 就好了啊。真的假的？而且是那种慢歌，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不是那种很炸的那种 rap， 要选那种哟，你今天晚上再过来跟我干什么，就跟类似于这种类型的 rap。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我觉得很青涩，我觉得很青涩。嗯，你也是小宝宝，你也是小宝宝。他们说自由的飞翔，凤凰传奇，那个比较炸，那个就不太适合白子哥的声线，白子哥适合那种白开水式 rap。就是数来宝，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这算数来宝吗？大呀，这是数来宝吗？对，我们要取长补短，发扬自己的优点。像我跳舞就是很烂了，大家都知道。嗯，也没有啦，很有表现力，好吧。谬赞了，谬赞了。不会不会。好，休息完了，下一首。蓝蓝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怎么歌词不一样，哦，等一下，我就说怎么这么高，忘记把这个声调降下来了。一改变，想想解散着风，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我在乎我和天气一样的温，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
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吹过头发，你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远远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温柔远远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为什么你不在，问山峰你会回来，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紧紧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也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为什么你不在，问山峰你会回来。哦好嘿，呜呜呼，时光一如既往，这个歌好像有点熟悉。哦，谢谢呼呼的皇冠。匆匆走过，拐角的街道，何时丢了热闹，明明习惯地铁的熙攘，却晚点停靠，下个春天可能会迟到，但却不会出逃，回家的路或许有点绕，但一定能走到，我知道最难熬的告别是彼此不能拥抱，最勇敢的逆行往往要背对人潮，长夜后最如常的火烧一定会赴约刚好，最向往的时光是一如既往就好，灯光随着心事荡漾，
静静等着，窗外的树上长出了真相。我知道最难熬的告别是彼此不能拥抱，最勇敢的逆行往往要背对人潮，长夜后最如常的破晓，一切恢复越刚好，最向往的时光是一如既往就好。我知道最难熬的告别是彼此不能拥抱，最勇敢的逆行往往要背对人潮，长夜后最如常的破晓一定会赴约刚好，最向往的时光是一如既往就好。最简单的问好是别来无恙就好就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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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呜呼，谢谢佛系养生安静的黄冠，谢谢你的黄冠。再唱一首，哎，这个，哎，这个啊，早知道先，哎，这是什么？我很好。还记得属于你的那些时候。谢谢小环的权杖。哎，这个我很好，先听一遍好吧，下次再唱，因为我不会这首歌，下次再唱一下。在最远的星空闪耀，还记得爱你时的每个心跳。听了下次唱呀，这个没听过，下次留着唱好吧。可能是没听过哎。用人被滋扰这么多年，那舍得删掉经历过天堂般的美好，又怎舍得在地狱煎熬。是不甘心听歌时间自在叨扰，还是真的爱你无可救药。我很好，只是偶尔遗憾会从眼里掉。我很好，怎么拼命忘却还是忘不掉丢失的那份美好。不是，下次直接唱。杯中睡着我很好，反正一直都是偶尔被需要。我很好，就算再冷我也只想新外套，答应你的我能把自己照顾好。确实这歌听着好 emo， 怎么大家今天这么 emo？ 有人被滋扰这么多年那舍得删掉经历过天堂般的美好，又怎舍得在地狱煎熬。打在这然后就睡着了。自在叨扰还是真的爱你无可救药。对啊，所以我这个戴着我自己耳朵能听见你们。现在口袋西巴升级了，可以有点歌系统。
就是这里有个曲库，就是单人曲，然后他们就会解释他们点的歌，然后他们还在里面说很多歌，然后就是点唱。啊，所以按辈分来说，确实也差不多了。听不清，原来听不清我们说话。这个叫什么？我很好记着，我记住了，我自己记住了，下次留着上。哦呼，好的，下次留着唱这个我很好和这个少女，听两遍。好，我们现在是聊天时间，聊完了，聊一会儿就关了，怎么样？喝完水了，谢谢七彩霓虹灯的99个玫瑰花。对啊，要聊到几点？聊到11点吧，怎么样？聊到11点关了啊？那只有5分钟了耶。确实，还有6分钟。哦，对不起。12点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为了让自己绝不迟到，把自己的表踢快了5分钟。现在我的表上已经10点58了。啊，那你的时间和中这个我们这个北京时间不一样。所以我永远不会迟到。Oh my god。就很迟到。那你的生活比我们快4分钟哎。是的，因为我是敬业的职业病。11点半是不是有点太久了？好严谨。马上做什么？马上不知道，马上我们就即将聚在一起，感受无聊的疫情时间。当然不是啊！你的头发好炸，怎么过来？11点太快，那11点，那看嘛。卡兹哥当然是睡他自己的房间了。你房间就你一个人睡是吗？对啊，我室友回家了。你室友是哦，寒假了是吧？对，国粹时间。那我本来睡不行。咱俩圆圆叫独守空房是吧？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嘲讽是吗？下次直播国粹那是不行的吧？国粹是骂人的，有的人就是、哦、之前有。国粹直播的话，是不是有点会被禁了？这是赌博，是吧？国粹是赌博，不是骂人啊。啊，国粹是麻将。哦，为什么？国粹会被封的，不能。可以直播刮刮乐，我特别喜欢直播刮刮乐，那就成本太大了。我之前刮了大概600块钱的。Oh my god！ 那你刮中了吗？中了300吧，大概。哇、那也不错，中一半，50%的中奖率。我好像一个乌龟翻不起身。给大家科普国粹，有什么好科普的？国粹应该不能直播，万一被举报了，到时候口袋四八被封了怎么办？对吧？直播吃火锅，可是没有筹码的国粹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筹码的国粹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有筹码的国粹都记不起国粹的兴趣，没有筹码那更没有任何兴趣了，对吧？是的呀，疫情在家真的蛮无聊的。不过马上下个星期就要公演。这个星期20号就要公演。欢乐豆，我觉得欢乐麻将、欢乐豆就是永远会输光哎，你们不觉得吗？我觉得欢乐麻将有套。在中心还是在剧场公演？不知道，没在上海云公演过，不知道上海云公演是什么样子。
在剧场，可是现在可以去吗？不是说虹口区也满有那个有病例啊，是吧？对吧？但是也算是演出啊，就算云公演的话也算是演出，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吧，应该可以吧。我们打的是哪种麻将？打的是自创的麻将，就是说一些自己定的规则。嗯，就是你可能打一个晚上，最后就是说你打一个晚上，可能你就会最多也只会输那么个就是20块钱。不不不，是自创的，每个地方偏哪个地区的？偏我家那里的，偏江苏的麻将。赢了吗？嗯，赢了呀。是的呀，我们是1块钱一个花。怎么在这里聊起赌博来了？哇，这么小？对啊，很小的。你看这个，嗯，乖乖看。20个欢乐豆，38圈的单身豆。20欢乐豆是欢乐豆，欢乐豆一输都一输就输几万，好漂亮，收藏。带吃吗？带吃啊，带吃带碰。但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玩嘛，就不会有人做大牌，就比如说什么清一色，什么七小队什么的，没有人做，就是立马能胡立马胡，就是。我只赢1块钱，我都胡，就很没有意思，对，懂吧？对，不贪心，就是要胡就立马胡，就我只有一朵花，只赢1块钱，只赢2块钱，我都要胡，我都立马会胡。所以你就做大牌，你都做不了的，不算翻，是吗？不换三张，你们都好懂。原来这么多人都会打麻将，我不会。赖子是什么？不带赖子。原来这么多人也不会。嗯，确实。送的。不算，你们好专业啊，什么算翻什么的，好那个点炮制的，不聊了，你们这个比我专业多了，好吧，有啥可聊的。哇，这条好不好看。我们没有血流成河，也没有血战到底，我们就是谁点炮的这把就结束了。就因为柯南有那个手搓麻将嘛，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手搓搓了5分钟，然后刚打1分钟就结束了这个战局，懂吧？对啊，确实蛮可爱的。他们都说你的喷嚏好可爱。我在憋住他。没有，我们白子哥最可爱。什么东西？给白子哥给我喝水，太感动了。喝个水就这么感动？就是那种贫僧下山化人。确实。再播个再播个4分钟吧，怎么样？11:05。好吧，现在怎么就好的这么快？刚刚不是都说，哎呦，刚刚不是都说什么要11:30、11:15什么的？好，挺好的，不行，还是好吧。嗯，没有哎，
不不不不不，零五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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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长了一个溃疡，好痛，看得清。看见了是吧？涂个药，等我下播去涂。我现在涂的话，讲等会讲话就讲不利索。你也长个。吃点维生素吧，好，少舔嘴唇，我有点干，不自觉的。你们有没有听到唱歌的声音？听到，一直在听。哦，你不是问我？打从心底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对吧？不知道谁在唱歌，谢谢荧光棒。你们可以每个人的直播都进去看一看，看看谁在唱歌，就知道是谁在唱歌。哦，没有多少人直播了吧？还有一分钟我就要下了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白色情人节快乐，早点睡吧。晚安晚安，拜拜。那你明天就是来之前跟我说一声，我等就是我们都起来了。嗯，这一分钟也太久了吧，你再唱一首。一分钟来不及唱一首。哦，到了，再见，下，拜拜，晚安晚安，早点睡哦。